你们看我这个做狮子解脱印，其实是全身都在抖，包括脚，包括头，就是把它解脱掉。 这个前身，这个就大哈斗身，也是大哈斗身的一种。大哈斗身，头在动，两只手在动，两只脚在动，身体里面的气脉都在动。这个叫做偏，叫偏到全身各处去，把明点送到全身各处去。